土山镇公所考量到镇上有许多长者都在进行地面高尔夫球运动，为了给他们切磋交流平台并带动运动风气，在镇长陈东木的策划下也办理镇长杯锦标赛。日前第二届赛事也再度于云林国小热闹展开。镇长上任以后，他发觉说我们在爱好这项运动的那个长者非常多，所以说他从去年开始就来大力的支持我们这个地面高尔夫球这个运动啊，希望呢让我们的长者都能走出户外来多多运动有益身体健康。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很多的镇长杯的一个赛事那请各位乡亲们多多注意我们的官网我们可以下载我们的公所的 APP 相关的活动我们都会在上面做公告也鼓励我们的镇民多多来参与镇公所举办的一些赛事。地面高尔夫球这项运动规则与高尔夫球相似，不只充满乐趣，更适合年长者来进行参与。县体育会地面高尔夫球委员会主委也希望能够大为推广，让更多民众参与体验。比赛进行就是甲亲像咱拍高尔夫球咧公果岭的这个进行的打法同款，这个运动咧未真出力，会当予大家这个身心会当一个运动的机会哈，若有机会来推广这个阮地面高尔夫球啊，若有场地，阮会想办法去甲恁设立安尼吼。啊，若有兴趣的社会人士咧啊，来到阮地面高尔夫球委员会联络，啊，阮会各所在甲恁推广。县议员蔡孟尔除了感谢镇公所规划赛事的用心，也鼓励长者有机会能够一起来体验这项运动所带来的乐趣。来自全国的英雄好汉哈，啊，今日就伫咱云林国小家来聚集，咱看到咱家许多咱家长辈啊，大家拢真正够拍球，精神抖擞哈，会使讲拍球是真正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啦哈。会使讲不疾不徐啦哈，稳稳啊行，会到达到迄运动的效果哈，所以这真正适合咱的时段同齐来运动。而且咱好要讲哈，伫厝若无代志，会时段哈，还是讲有时间的时段，一定哈来参加到咱地面高尔夫球的运动。议长何胜峰肯定赛事办理的用心，让地方运动风气更为盛行，也鼓励民众有时间都要多多运动，才能使身心更加健康快乐。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